给大家介绍一下苹果鸭排机。这款鸭排机上面是有摄像头的，下面也有摄像头，它是上下双对位的。好，现在开始压苹果六代4.7显示排线。对好位置下，检查一下这个对位标，两个对位标对正了，然后开始。检测一下，显示可以了。下面压触摸，压触摸的时候，我要把显示的镜头，现在是在上面嘛，现在要切换到下面。对位，调整摄像头，这个石英条它是透明的，要保证上边的清洁度。现在上边有脏的胶，把它擦干净。最好位置，
看一下这个定位标，这边定位标已经对正，这边的定位标也对正。压下来，由于我现在用的是苹果的刀头，没有用苹果六代定制的刀头，所以说的话我要分两次压，先得压这边的一侧，如果用苹果六代定制的刀头的话，就可以一次两边都压，一起压下来。调整摄像头的位置，测试一下，触摸为良品。再测一下，可能没看清，触摸为良品。